大家好，我是一秋，山里25、45和 100K 的速销卡包，今天出了很多的升级 SBC。先来看第一个，85加乘5，池子放在了五大联赛，需要献祭一套84，这个包还是不错的啊，做完了最好先存着。还有一个是法甲的，给15个法甲的球员，需要献祭一套83，这个也是不错的，也存着。再有就是内德维德的这个 SBC 终于上线了，成本就是和市场价差不多，35万左右。租借版本的话呢，一套80的阵容就可以了。今天还同时出了两个挑战 SBC，可能因为昨天的 bug 啊，有一个应该是昨天出，有效期都只有一天，一定要抓紧做。尤其是这个化学要95，总评要75的这个，稍有点难。因为相同联赛最多只用5个国籍，还要至少6个，还都需要闪卡。但是奖励的卡包非常不错，不可交易的金卡全员包里面24个球员，7张闪金。再有一个容易点，只要75的总评加70的化学，奖励的是一个可交易的球员包，里面有12个球员，金银各半，闪普各半。再有就是第六个赛季啊，本应该上线了，但是应该是为了配合赛季最佳的活动吧，可能会推迟到明天上线。但是两档呢给的球员挑选啊，数据库已经能看到了，就是画面中这6个球员。最后就是周四例行的大比拼，群组奖励应该是一个45K。再有就是周赛也是为了配合活动啊，相比较平时啊推迟了12个小时开始，还额外延长了24个小时。再有奖励也更新了，用赛季蓝替换掉了黑卡。基本上7档到10档的时候啊，赛季蓝会有上限，数值最高只能是90。6档之后啊，赛季蓝就不会有上限了。当然是级别越好，奖励越好。好了，就是以上了，谢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